姑也尝尝。县主，得赶紧想个办法。又是这帮人，有办法了。这天气好冷啊，两位工人可以帮我倒杯热酒吗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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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花开得可真好啊。借钱你派上用场了，只要我喝下去，这婚可就许不成了。这花琉璃又在搞什么鬼？哎呀，要我呢，我找不着了。你们是在找这个吗？谢谢。快点啊，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花县主，谢谢合作，走吧。哦，快走啊！哦，走走走走，咱们这算是成功了吗？算吧，那要不都下进去了吧？快走快走快走！给自己下毒。花县主，太子殿下。花县主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太子殿下，这天寒又地冻的，臣女准备回家了。花县主如此不赏姑的面子，姑刚到，县主就要走了。你要走还带着酒杯，看来县主是很喜欢贤妃这里的沾露香了。对啊，臣女觉得十分美味呢，而且臣女还准备再去向贤妃娘娘讨要一壶带回家喝呢。是吗？嗯。姑爷尝尝。这一些千里还是我来吧，臣女已经喝完了。小姐你怎么还真喝呀？县主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传御医封锁现场。